好，现在我就要来完成严浩翔给我的任务了，找一个 beat， 然后用他的 flow， 然后来念一首诗，我来唱一首诗。这完全就是非常，虽然我现在的手势在我看来非常的 hiphop，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杜甫的《望月》，然后用说唱的形式来给大家展现出来。哟，岱宗夫如何歧路青未了，造化终是休，阴阳归昏晓，但守层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太。今天放学了，对，今天星期五放学了，然后在车上给大家看一下我放学的路上，对，然后因为车里太暗，所以说我们需要打光来完成，就是开灯来完成。我给大家看我现在的样子。在学校的话，这个星期过得还挺好玩的，就像上课一样的话，上课每节课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吧，然后在学校和老师的关系也不错，对，就跟老师新认识嘛，然后跟老师关系也不错，跟同学关系也不错，然后还认识了几个同学，对，最特别的是我们班只有六个男生，这特别奇怪，然后今天还要去，就是去楼下去把那个校服拿上来，然后别人其他班就是特别快就搬完了，因为别人男女平均嘛，差不多。然后我们班就是搬的最慢的那一个班，因为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来搬，然后就搬的我真的是满头大汗。对，然后现在我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外面的样子。对，我一会儿回去了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写作业的样子。对，然后一会儿再聊。好，然后现在我回家了，吃了个饭，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现在在写作业。你看这儿，其实都写了一会儿了，这些是写完的，然后像这个就是正在写的，然后不仅有这些，这书包里面，你看一下这书包的那个量，一看就是学识渊博的人干的东西。这几天在学校可以说都没有做些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天天就上课，然后上了课之后连操场都没怎么去过，因为前几天在下雨嘛，然后操场也是湿的，然后就完全就下去不了。把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好，把这个东西写完了之后我就准备去洗澡了。对，洗了澡之后再坐一会儿就准备睡觉，就这样。我先去做题了。刚刚把澡洗完，对，然后头发还是湿的，等一下准备去吹头发睡觉去了。本来前几天的话作业都不多，对，前几天作业就一下子就做得完，然后今天突然感受到了好多的感觉。今天有生物、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六科每一科都不止两项，然后我们高中现在居然还要写字帖，对，就是英语的也有，然后语文的也有，然后还必须写得非常好看，不仅要非常好看，还要把自己认为好看的用红笔圈起来。我做的这个作业就特别的费劲，因为我们这种每个字都写得特别好看的人，每个字都写得特别好看的人我其实在学校里面学习的话还是挺开心的。我是那一种，就是如果要我就天天在学校里面就坐着坐一天，然后就一直上课的话，我可能能一天都有很有精神。我马上就去吹头发，然后睡觉去了。对，就这样，拜拜。Hello， 我是要给你布置任务是吗？对啊。马哥最近怎么样啊？我最近晒黑了。啊？你晒黑了吗？我们这边天天下雨，完全晒不黑的，就太爽。我们好热这边。你洗澡了吗？洗了吗？哦，那你洗澡了的话，那你本来想让你倒立唱歌的，那你又倒立唱歌，我又不是不
那就倒计十分钟唱歌吗？那你既然洗了澡了，那就你还没刷牙吧？我背古诗吧。你要背古诗吗？那你刷牙的时间，你把古诗背下来，怎么样？刷个好几十遍。怎么样？刷一遍牙，然后把古诗背下来。行吗小？OK。小时候，感觉老人小了几岁。是吗？对。他考过你的琴，你给金日新布置了什么任务？富有感情的朗读一篇课文。哇，这么厉害吗？我觉得我这个还好吧，是吧？行，了解。那我去洗澡去了，你自己去完成你的任务吧，拜拜。好的，何老师，晚安。好的，马老师，拜拜。